家晚安。大家调的手机角度。大家晚安。今天是蓝色，今天也是蓝色。嗯。还好啊，因为它这件很薄，而且其实今天台北一直在下大雨，然后也不太需要开冷气嘛，因为就天气阴阴凉凉的。谢谢阿尊送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好啦，今天是这礼拜的第一天直播日，大家晚安。今天也要陪伴大家度过晚上这个时间，我词穷了，接一个。不知道讲啥，晚安晚安，嗯，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我刘海其实长长了，然后我又没有去剪头发，因为我刘海都自己剪。晚安晚安。谢谢 Holy 送的文手礼，谢谢。美好直播时光，真的。在疫情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情况下，反正就是剩直播是大家的唯一救赎，也是我的救赎。好闷哦，就很想跟大家聊天，可是就一直待在家里一段。我真的除了今天除了倒垃圾都没有踏出家门半步。没关系啊，大家就把头发留长吧。还好我在就是爆发前有先去剪头发，然后就是。现在刚好留在一个我觉得很刚好的程度，谢谢 CJ 送的紫蒲的守护灵，谢谢守护灵。我是不知道我们变胖了，应该没有吧？嗯，有吗？希望不要变胖。上班都在期待直播啊，我上课也都在期待晚上跟大家聊天。我今天点了一杯无糖的绿茶。企鹅晚安。小二晚安，鳄鱼晚安，小黑黑晚安。没有，小黑黑总会说话，谢谢。Hello 乖乖，优喜优喜你好。Hello Hana， 不是说都有在玩 Just Dance， 应该不用担心吧？对啊，我昨天又打了好几首，我昨天跳很多首，然后跳到满头大汗。而且我前阵子发现我的。跳舞时间很奇怪，就是我都在洗完澡在包头那段时间跳舞，可是这样就是全身都是汗，然后就洗澡好像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现在都改成先跳完再去洗澡，因为我都很早洗澡。哦，然后昨天我把《火神的眼泪》看完了，就是大家都有在说很好看的一部剧，就是我有时候会一直很懒得去追东西，然后。可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看，然后就会不小心全部追完。对，手机居居了，为什么？勇哥空班哇，空班哇，空班哇。对啊，然后我觉得《火神的眼泪》真的很好看耶，就是我有看到哭，很好笑。大家有看吗？在那个塞金豆，塞金哇。嗯，一看即看啊。对，就《火神的眼泪》，对，因为他在 Netflix 上面是第一名，然后我前天就大家一直推，然后我就去看，然后真的觉得蛮好看的，就是他
他讲了很多就是消防员的心酸吧，就是很多消防员现在可能台湾消防员现在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之类的，跟这个工作有多伟大，然后多辛苦这样子。像是很多消防员好像就是都是不能好好睡觉嘛，就是他们在有时候可能晚上就得出勤啊之类的，然后其实火灾也是蛮危险的，救火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然后就是你等于是拿命在拼，所以看完就觉得蛮尊敬这些消防员的，然后也觉得就是演员都很会演，就是真的全程毫无人场，就是很享受把这部片这部剧看完了，它一共有十集。晚上好，四海晚上好。但我觉得还好被爆，因为我之前被爆雷才去看的。可是就是，我觉得每一集就是虽然它的剧情通常很容易被爆雷，可是就是很多剧情跟小他们处理一些案件个案都还蛮好看的，就都还蛮精彩的。因为他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案子要处理，然后就是他其实都会很案子很多，就是消防员在工作上可能就是会遇到的一些很多突发状况。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可能遇到恐龙家长啊之类，不然就是指挥你怎么开救护车的人啊，不然就是开救护车是要闯红灯那些也是很危险，因为有可能还是会发生车祸。然后不然就是反正就大概这样子，然后还有感情线然后之类的，然后你会感受到就是他们这群消防员之间同人之间的羁绊嘛，就他们很团结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是好朋友，就觉得还蛮好看。指甲也长长了。按摩脸部时间。对啊，看到救护车一定要礼让。其实我可以小小的跟大家分享某一个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案件嘛，就是我印象很深刻，他们有个案件就是，就是我忘记是哪一集，反正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人通报说，哦，社区管理员通报说就是有失火，然后请他们来救火，在七楼。然后他们爬到七楼的时候，因为他们就看到大楼有火光嘛，然后他们就紧急疏散了整个大楼的居民，然后就是那个消防员就上去七楼，然后可是里面没有人，然后他们就没有在思考要破门，然后管理员就叫他赶快破门，赶快破门。就破门以后发现里面没有失火，只是圣诞树。然后屋主很生气，就要告那个消防员破他门，然后导致那个消防员要赔80000块。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他只是要救人而已，结果他竟然要赔80000块，然后我就觉得很可，就是那个消防员很可怜。可是最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最后有一个也算是好结局嘛，也不是，就是有算是一个暖心的结局。之后有个暖心的结局，然后这个就不剧透。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赔钱的消防员，后来又遇到一个案件是，算了，我不要讲了，这剧透太多了。反正就是他因为破门，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讲真的，就是今天万一里面真的失火了怎么办？对啊，然后屋主又不在里面，难道在外面一直等吗？可是万一破门的话，里面没有失火，然后又变成就是修门是那个消防员的责任，然后那消防员就很可怜，因为他也只是出自于要救人的心态。
然后有可能就是旁边一直有民众在一直讲说赶快破门赶快破门，这样他们也会有压力。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别的地方播欸，反正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之前就有看了一两集，然后昨天是把剩下的把它追完。公司自己的平台应该有，对啊，可是我是在就是 Netflix 上面看的。哎，就觉得警消这些职业都，就是警察跟消防员还有救护人员，尤其是现在的医护人员，就是觉得。这种做这种职业的人都很伟大吧，因为他们三个人三种职业的人都是在保护人民，然后就是一直奔波吧，然后又看到就是前阵子不是有新闻，就是护理师被病患刺伤嘛，然后就觉得说怎么会去刺伤护理师呢？就是护理师这样子没日没夜的照顾病患，然后就是穿隔离也很热啊，然后他们也很辛苦啊，就是谁不希望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凉爽舒适，然后不用做太多劳力的工作，可是他们就选择这个工作，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救人，就是他们有这份心想要去救人，所以他们选择这个工作去做。因为我有很多念护校的好朋友，然后他们现在也都是，就是现在他们，因为他们是念五专，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毕业，就是他们第一年在医院上面开始，就是他们考到护理师，然后他们第一年在医院开始上班。他们之前都有在实习，可是现在就是正式从学校毕业，然后开始在当护理师，然后就遇到疫情，然后他们就是每天这样子各种轮班，然后就是一直要工作，就觉得他们很辛苦。就觉得说可能大家就是以后去医院的时候就是要多给他们一点包容嘛，就是他们如果真的很忙之类的话也不要太要求什么。对呀，然后就我觉得其实就是像现在外送员都很辛苦，就是外送员愿意就是冒着病，就是可能会就是冒着现在外面就是疫情很严重这个新环境下面，然后就去送餐。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为了不出门，然后大家都会待在家里叫外送比较多嘛，就是为了不要群聚，所以大家都会这样子一直叫外送。那也是多亏外送让大家真的都可以多半时间都好好的待在家里。对啊，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们也都是很忙碌，然后很辛苦，所以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要多心里去看医生的心里，就是可能去接受他们的服务的时候，心里都要有一份感恩的心吧。就像是那些消防员也是啊，就是他们救火，然后他们帮民众解决问题，很多就是，对啊，现在对护理师还有医生来说，其实都难上加难，而且就是你要克服那个心理压力，因为你照顾，就是你等于你要成为最接近那些确诊者的人，然后你自己要克服心理压力。
然后警察也是，就是警察很辛苦，就是要一直去劝导一些不戴口罩的人、啊、还是要去维持秩序吗之类的，就是觉得警察们也都很辛苦。嗯，所以就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前阵子就是 TDP 也上传了感谢医护人员们辛苦的影片，然后就是真的我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心里有想了很多，就是我那些在做护理师的朋友，然后嗯，就虽然他们都是刚新进的新进的护理师，可是他们都是很辛苦，还是很辛苦，就是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新加进来然后就比较不会有工作，可是就是他们就是也都很忙，就希望大家赶快好好配合，然后这波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大家可以再恢复到往常的好的生活。嗯，也希望就是那个每天的确诊数字都可以慢慢的继续下降，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再见面嘛。想各位了，想念这个可以平常跟大家这样子公演啊握手会的台湾，相信会很快就到来的，大家加油。加油，一起加油，大家加油，熊猫们一定要健健康康，我们之后要再见面。到时候你开趴耶、yeah ！对啊，大家一起加油！先穿那个很学生学院风的衣服，然后，可是我今天上课没有这样穿。其实我一开始上课都会开镜头、欸，然后我那时候还偷化妆，然后我现在都不会开镜头了，而且我要把。用那个便条纸把那个镜头贴住，因为我很怕我不小心按到。对，伯爸也都在家里工作，所以现在家里会有两个人在家里工作，会在家里上课工作。因为伯弟已经要毕业了，伯弟现在就是等着今年九月开学就要上大学了，哇，好快啊！自己的弟弟要上大学，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然后我要迎接我的大三生活了，我大二就这样子在一个神奇的情况下结束了。今天超可爱，谢谢。我们就没差几岁，可是就是还是会觉得，哎，就是以前那个老爱跟在我后面跑的弟弟要上大学了。今天最后一堂课，每个学生都穿学士服。
好感动哦，只是好，只是有点为他们感到小可惜。高中学弟妹都在庆祝毕业快乐，对，我之前看到很多人在庆祝，我自己有给我看他们今天班上同学有在传那个讯息之类的。祝所有毕业生毕业快乐。嗯，我们有人是今年的毕业生吗？有高三的学生吗？现在听 TP 哦，有哎、欸，杰星是吗？杰星、雨林、果果，然后还有高中嘛，高三的只有这三个嘛，还有谁啊？杰西、雨林跟果果，好像就他们三个吧。高中高三只有他们三个，然后还有吗？嗯，还有大学吗？阿潘毕业，阿潘去年就毕业了吗？应该是，然后。大四啊，怡真吗？怡真也大四吧。我努力的回想大家啊，麻油，对，还有麻油，麻油也是大四。那祝他们毕业快乐。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毕业典礼是不是，应该都是啊，应该不会有人办毕业典礼，可是就是。国中不成啊，对，晨晨也毕业了，因为晨晨是国三。天哪，我有点忘记我自己的国中毕业典礼在干嘛，我只记得有花，然后我只记得我很想回家，因为很热，然后我们好像冷气坏掉。我其实就是我们家离我现在国中没有很远，可是我其实毕业一直到现在只有回去过一次。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会一直经过那里，可是我就是一直找不到理由进去。不知道欸，我唯一回去的一次是我弟弟，因为我跟我弟弟是念同一间国中，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弟刚好入学，就是因为我们差三届，所以我国三毕业以后我升高一，我弟就升国一，然后他就进了我本来在读的那间国中，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名字都很特别，所以其实老师就是多半看到我弟就知道他是我弟。然后那时候有一次是我弟运动会嘛，还是园游会，然后他们就是有摆摊之类的，然后我就有过去看一下，然后就有去跟，我忘记我们去跟我以前班导打招呼，应该有，然后他后来好像变成主任了，就是他本来是带完我们国三，带完就他带我们国中三年，然后带完以后他就毕业了，然后不是他毕业，我们就毕业了，哭，然后就变成那个，他就变主任了。就是好像是什么教学什么主任之类的，忘记了。然后反正他就没有在带班级，他就不是班导，他就变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训导处里面。哼，哭啊！然后我不知道，我还其实就是还觉得国中，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间是高中，就是我过的最快乐的时间是高中，然后我最。努力在念书应该是国中啊，应该是大学吧。现在我觉得我觉得我国中也很努力在念书，可是我国中的成绩一直没有很好，就是没有到很，就是我觉得我的努力没有跟我的努力没有成正比。我记得我国中最烂就是理化，然后理化真的不管怎样都不会及格那种，然后真的是很惨，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都考很低，然后就是连及格边缘都没有，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理化怎么，因为那时候国二刚加理化进来，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都被理化搞到很想死，然后没有，我看一下不是很想死，就是那时候那是一个形容词，可就是他真的是把我弄到快疯掉，然后
这样没有音乐讲不下去。那个可以让我好好聊天的音乐。这个应该不行。好，然后，对，我理化就是我国中的数学，那些数学也没有很好，可是数学至少会及格之类的吧。然后国文最好，因为我们班导是教国文的，然后他就是他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没有人不及格，然后大家的总平均都高，我国文都可以考八九十以上。然后再来应该就是社会科嘛，社会科，其实我有点忘记国中有什么科目。国英说英文啊，再是英文，然后英文，我国中英文还蛮好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然后再来就是社会科，社会科就是公民比较好，然后再来是历史，再来是地理，对，这三个人排名的话，体育应该也是很好，体育应该是最好的。然后反正就是国中理化真的是我噩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就是他是我邻座，然后那时候他排到我旁边，然后其实跟他平常没有很好，可是他就是那时候他有来教我理化，因为我那时候正常因为理化，然后就觉得就是怎么都考不好这样子，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我就拜托他要教我理化，因为他理化很好，就是他是一个其他科都不好，可是就是有理化最好的一个人。然后我想到他这么厉害，那我要请他教我。然后就是我们学校附近可能有一些素食店，然后我就会让约跟他约在素食店，然后请他教我，然后可能就会请他喝饮料之类的。然后就是他就放学的时候，只要我们有空就会去那间素食店坐着。然后我到现在偶尔还是会一直去那间素食店，可是就不会再遇到他，因为 他家又不是住那边。然后对啊，然后我就请他教我理化，然后就这样子教了，我记得他连续教了我两个礼拜吧，就是考前两个礼拜他几乎每天都教我，然后二部这样子，就最后呢，我考了最高的55分，我真的是国中理化从来没有及格过，就是断考没有及格过，小考可能是有蒙到这样，可是就是断考从来没有及格过。然后就是那一次不小心及格，不小心在及格边缘，还有很开心，可是那时候还是觉得就是他有点沮丧，他觉得说怎么还没有及格，可是对我来说我已经很开心，就是可以拿到55分，我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很感谢那个同学，谢谢你，谢谢你教我理化，好笑。我理化真的很烂，就我自己都有点搞不清楚，就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想，我以后绝对不会选，就不管是高中、大学，我都不会选跟理化相关的东西。然后我记得我的数学老师那时候很受欢迎，就是大家很喜欢开她玩笑，她是一个女老师，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调戏她，就是女生也会调戏她，我觉得女生最爱调戏她，就是大家都会调戏她，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教，然后我那时候超喜欢他，喜欢到我们一直想要当数学老师，数学小老师，然后一直很想要帮他提电脑之类的，就算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不远处，可是我们就很想要去，就是很想要去当他的数学小老师。等一下，他是整人的啦 ，Hello， 有够闹，他那是整人，他那是整人的。他说，他们团的鼓手32岁，今年32岁的鼓手要退团，改成今年33岁的鼓手加入。Hello， 我直接傻眼。好，随便，没什么事情，你继续讲。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数学老师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考好数学来讨好他。就算我数学没有很好，可是我还是会尽量考好去讨好他，不然就是我都会写功课，我其他功课也有写啊，可是就是我一定会把数学作业写好。而且我很怀念，就是以前有时候就是后面国三还国二的时候教越来越难的数学，有时候没有办法第一周就马上理解新的范围，然后回去的作业就全部都不会写，然后就会很惨，就是你真的回家写不出来那种。因为我觉得我数学理解的速度真的太慢了，我通常就是第一个礼拜他教的新范围，我回家完全都不会写，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因为我爸妈也很忙，都没有人要教我，然后我也不肯问我弟啊，我弟根本不会，然后
就是会很无助，然后就只能早上六点到学校，然后等那些功课好的人来，然后来就赶快抄他们的数学习作。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每天很早都到学校，就是我那时候国中有段时间会想要全校第一个到学校，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早上五点就起来了，然后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很有问题，然后脑袋的部分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家离学校没有到很远，就是走路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然后我也不会想搭公车，因为一站的距离有点太浪费钱，然后不然就骑脚踏车。可是那时候有在骑脚踏车，因为我们学校前面是大马路，然后学校其实不喜欢学生骑脚踏车，因为他们觉得很危险，然后后来就禁止我们骑脚踏车，然后就变成都要走路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早上五点起来啊，国中生不用化妆，我就可以洗个脸，然后梳两下头发，这样吹吹，然后我就出门，有时候甚至不吹。然后哇，怀念那种丑不拉几的出门，然后还会觉得没差那个年代哦。那个时候的我，现在真的是出门都一定要夹个头发，还是要戴个隐形戴口罩之类的。然后反正就出门，然后我就会等那个校门口打开，就有时候天还是有点灰灰蒙蒙的，还没有全亮的时候，我就会先去学校等那个警卫叔叔来开门。然后开门，我就第一个冲进去学校。然后因为我们没有教室的钥匙，所以我还是得坐在那边，就是等到有人来开门。就是好像班上不知道是谁有钥匙。然后后来变成给我，因为我一直找到。然后后来就有个同学，他也跟我一起第一个到学校。虽然是他有点冷血，就是因为他是给妈妈载，所以就等于他叫他妈要很早起来带他到学校，他才可以跟我一样第一个，就比看着是第一个。我就觉得他超冷血的。然后那时候，反正他就是因为他是男生，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很会体育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学校有窗台、气窗那些的，然后他就会第一个，他如果到了，他就会爬上去，然后。他会从气窗，因为气窗通常不会锁起来，他就把气窗打开，然后把手伸下去，人家手也很长，他就拉到那个窗户的那个锁，就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就会，他就从窗户掉进去把门打开，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先进去等。然后后来就是搞得很像小偷，然后后来就是也有被老师骂，然后后来就不行了，不然那个同学也太闹了，就是那时候我都会叫他妈宝，然后他就觉得我很过分，然后。后来就是，反正我国中就是一直过着一个很健康的生活。其实我高中的睡眠时间都很健康，因为我国高中都很早睡，因为真的就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玩，真的三 C 害人。我觉得一定是从我高二的时候买 PS4 开始，就是我整个作息都乱掉。就是国中的时候回到家，有时候这不是会晚自习嘛？有时候晚自习在学校把功课写完，根本就没剩多少，然后。就回家以后就没有事做，然后有时候晚自习回家吃个晚餐大概就八九点，然后我就开始洗完澡大概十点前我就会睡觉，然后我四点还是五点就会苏醒，准备去学校当第一名。对啊，气窗开门法那真的是很神奇，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会被记警告不是吗，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就是记警告好像是不影响吗还是会影响，算了，老师那时候跟我讲，就会考前跟我还有那个开气窗的男生说，就是被记，因为其实我们记警告的原因有很多，就是可能你功课没交，那有可能是你行为偏差会被记警告，那我可能都是功课没交，然后被记比较多，然后反正他就是迟交，通常就是三次就记一次警告之类的，就是像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累积一些警告，然后到了国三没有消完，然后变成我跟那个气窗仔，就那气窗仔通常都是因为行为偏差被记警告，然后。就是他可能会跟人家打架之类，然后就是之类，然后就被记警告，然后他有小锅小超好笑，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警告累积太多，然后那时候要考高中，然后老师就有跟我们讲说最好要把它全部消掉，对你们比较好。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两个那时候国三毕业前嘛，就是还有会考前，大家午休都在睡觉，我们两个都在外面做劳动服务，真的很可怜。我真的觉得我们超可怜，就是我们两个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警告特多，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就是我身为偶像，就我警告超多，可是我都是因为我没有交功课，我的行为没有偏差，我没有因为什么行就是不良行为，然后被他没有交功课算不良行为。可是我就是有时候就没写完或忘记写，然后，哎，真的很惨。然后那时候就是要。而且我至少把它消完，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每天都要去扫厕所，就我们一直在扫厕所，一直在扫厕所，然后每天都要扫厕所，
好像扫几次，然后每次都会盖一张，扫完给老师检查，老师检查给你盖一张，然后盖一张累积那个章才可以消警告。然后有时候会有可能我们两个突然搭一个同学进来，就可能他有全一两只要消，然后他可能就是只会出现个一个礼拜，他就回家了，他就回去了，因为他就消完了，他就说拜我们，就是他也会很意外我们怎么那么多东西要消。然后，对啊，因为就抄同学的，有时候抄同学，后来老师发现我们会抄同学的、啊。哎、啊，反正我国中就是很皮，然后就很常被老师就会觉得我是头痛人物吧。然后就是一直在小警告。然后国三，我就是国三印象很深刻，就是一直在抄袭，一直在小警告。而且我那时候记得，就是在学校，如果就是因为气窗仔爱骂脏话，然后那时候就是只要有人骂脏话，老师就会叫他用脏话，因为我们是国文老师，然后他就会叫骂脏话的人用那一句脏话造100句话，还是造10句话？应该是100句吗？然后要写在那个作文稿纸上面给他，就叫我们不要骂脏话。然后就是那个气窗仔就很多篇作文，因为他就是一直骂脏话。然后还有就是不是那时候有时候要写字数表，就是你要被记警告都要写字数表，或者是有时候没有要记你警告要你反省要写字数表，然后写完就是要交给老师。然后我们在毕业那天老师都把它准备成，就是一人他都留着那些字数表跟作文，然后他就把所有人就是大家就是把每个人的都集成一个档本，然后就是送给你当毕业礼物，超过分。然后这就我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的只有薄薄的一点点，然后就会里面有一些反省，就是我下次要记得写功课之类的，然后就不知道那个气窗仔率大跌，然后就超好笑。而且老师是把他们装在一个福袋里面，然后福袋里面每个人有一个杯子，然后有一本书，然后还有一个老师自己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是只有我们班的内容，就是我们学校有做一本就是全三年级的内容嘛，然后我们班的还有自己来掏腰包做，就那个整个礼包里面的东西都是班导自己掏腰包的，他真的很爱我们，所以我就觉得我之后哦想到这个突然就很想要去见他，可是现在已经见不到。对啊，然后就是里面还有那个档本，就是你的过去的丰功伟业档本跟你的就是毕业纪念册，就觉得还他真的很用心啊。我有在直播上讲过很多次那个班导的好话，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用心，然后觉得他很猛，真的很扯。然后反正就是我国中过得很开心，有一部分都是因为这个班导很用心，然后他想了很多有的没的。而且他们以前就是男生如果好像是骂脏话还走廊奔跑，然后老师为了羞辱他们会叫他们趴在走廊上面，就叫他们趴在那边不可以动，就是你要这样直接横趴在走廊上面不可以动，就是然后隔壁班都会在同一楼嘛，然后就大家经过想到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趴在地上，然后殊不知是我们班导叫他们趴在那边的。可是他们在就是班导在做这些事，然后虽然真的蛮尴尬，可是其实多半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笑。对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班导哭很惨，因为他真的哦，就是我们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班导就哭过一次，就是关于我们要毕业的时候，而且甚至就是我们国一进来没有多久，然后班导就是说，就是他是我们带过他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班级，就觉得大家很团结，然后又很好笑这样，然后就很珍惜我们班的同学。然后到了国外他就说他觉得我们毕业他一定会很舍不得我们，然后到了国三他就开始哭。然后我们就是每次期中考期末考结束，然后班导都会带我们去仙鸡岩之类的地方，还是带我们去很多地方，对，他就是哭很惨。然后他这样带我们去爬象山嘛，直接就是会带我们去爬山。然后他之前也带我们去过小巨蛋溜冰，就是那时候国三要毕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有一些班费，然后还有剩很多，真的剩很多，就是园游会那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家长提的要卖绵绵冰，然后卖超好，然后真的卖超好，所以我们班赚最多钱，然后那一笔钱就存下来，存到国三以后开始疯狂出去玩。我们去了动物园，那时候还有比赛大跳绳，然后我们还在动物园门口边排队边跳大跳绳，超神经。对，然后我们还去小巨蛋溜冰，然后我们还有去很多很多班游，然后就是都是班导就是那些班费就是都好好的用下来。对，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每次期中考完要去爬山真的很辛苦，就是很好笑，可是就是出去透透气也不错。然后就是像什么运动会啊，那班导都不会缺席，班导在旁边帮我们加油，然后就是陪我们一起在
就是阳光下面，然后就是看我们的比赛，然后班导又很激动，因为我们班其实是很会吃的一个班级，就是以前午餐营养午餐不是那种统餐嘛，就是那时候是2015年还是2014年那时候还是统餐嘛，对吧？然后 那时候就是有统餐，然后你要每一天台的每个礼拜台的人都不一样，就大家会轮流换，然后就是大家会去楼下台那个统餐上来，然后他打开就是大概会有两箱左右，然后一箱就是主食跟白饭，就主食是很白饭米粉啊还是面啊，然后还有你的肉，然后另外一箱就是菜，然后还有 一桶汤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拿自己的那个餐具，然后就是轮流排队去盛饭这样打菜。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只要吃不够嘛，因为其实有时候会吃不够，因为你我觉得就是那种打菜的制度，反而有些人可能吃很多你就会挖很多，那可能需求量太高，有时候就大家吃不饱，就是团膳。对，然后教务处就有说如果吃不饱的话，通常教务处都会有多放多多订几箱团膳在那边，就是吃完的班级可以下去抬。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开放可以下去抬团膳以后，我们班级就每一天都会去抬团膳，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班真的是 吃很多的一个班级，然后大家就是很就是大家都蛮胖的，就是我那时候也胖胖的，然后大家都胖胖的，然后就是重点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跑大队接力他们已经跑不快，结果我发现有个胖子跑 超快，然后那时候整个吓死，他就是我那个青梅竹马，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大队接力都会输，因为我们真的跑太慢了。然后对啊，鸡腿一人只能一只超不够，而且有时候真的会少一只，不知道是谁拿的。然后我们班最厉害的比赛就是拔河比赛，就是那时候国二还是国一，国一的时候比，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好像第一名，就是可是那次我不在，因为我不用上场，然后我那时候家里有事情，然后我就请假，也没有很胖啦，就是有一点微胖，我自己觉得是我最胖的时期。对啊，体重优势，我们那时候我们班就是拔河永远第一名，然后就很厉害。然后到了最后一年最后一次比赛的时候，那一年突然有人抗议，抗议我们太胖吧，然后就说要限重，然后拔河比赛就改成要限重，然后结果我们就一堆我们一堆黄金选手全部都要下场，然后就很尴尬，然后变成就是我差点要上场，因为我那时候最矮，所以我那时候体重其实没有到很重，就算我那时候没有到很瘦，可是那时候体重也算是轻的，所以就是不能上场帮忙这样子。然后就我们班就输了，就差一点第一名这样。然后我记得我们班同学还有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在教室大家一起痛哭，就觉得很好，就是现在想就觉得很荒唐，那时候会觉得哦就是很可惜啊，可是就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对啊，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时候可能像什么中秋节大家就会约一起去那个桥下烤肉，就有些地方中秋节会开放，去很多地方可以一起烤肉去玩这样。对啊，大家应该是难过，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有个比赛一直可以赢，然后就我们竟然因为这种事情被垄断了第一名，太可惜了。然后其实我毕业旅行反而记得没有那么清楚，毕业旅行真的是有点断片，但我记得我也是玩得蛮开心的。唉，就觉得自己可以遇到这个班导很幸运吧。可是我都乖乖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真的对其他房间的同学还是其他房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只对我房间里的朋友没有兴趣，所以我都只有待在房间里面玩，我也不太会乱打电话。谢谢哈娜的文手礼，谢谢。然后对啊，国中大概就这样啊，国中不是会有那个社团要参加嘛，然后你每一学期参加社团都不一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打跆拳道，然后我打跆拳道打一段时间，所以我从我五六年级开始打两年，然后我好像国二的时候跆拳道就我们道馆就真的是我们道馆，因为我们道馆是在学校附近，然后我们道馆就被学校请来当那个跆拳道社的教练，就是顾问老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跑去参加跆拳道社，就想说
哦，是认识的教练这样子。结果后来真的是，真的就是认识的教练。然后后来就是，就是发现连在那边连参加那个社团的同学，很多人都是我们道馆里面的同学。然后就还蛮开心，就好像参加了两学期左右。然后后来我还参加过影条社吗？我后面还忘记我们参加什么社团了。我记得国是不是只有国一、国二有社团啊？对啊，最后一堂课，然后。虽然是很酷，就是国中的社团是，就是你填志愿嘛，然后就是那一节课你们就是很像大学，就是你那一节课会跟大家去不同教室，然后你可能会接触到隔壁班的同学。对啊，国三考试谁不参加？而且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进士的考试，然后就是他是，就是那时候有进士的时候。其就是一学期只有两次断考，那时候一学期只有两次断考，然后因为还会有个进士，然后进士是考五科，就是国音数自然跟社会这样子，然后就是都会考五科，然后每一科会有排名嘛，我忘记了，那时候好像实行没有多久，然后就改成三次断考，然后进士废除了。我那时候考进士好像是我国一吧。就是竞赛的竞试，考试的试。看电影看到下课，这也不错啊。我同学现在就是有人在大学考，就是上那个通识课，有人就是上到那个什么演讲课，然后真的是每一节课都听演讲。没遇过这个，真的吗？他是不是也成立没有多久啊？我来查一下这个东西啊。反正那时候真的有这个东西。Hello， 加几场？不会热啊，台北还蛮凉的。然后高中也蛮开心的，可是我们高中班上几乎都是女生，所以就是还蛮特别的感觉，就是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体验。谢谢姚冰可乐送我告白气球，谢谢。髪切った？いえ、切ってないよ。前髪がちょっと長い。今日は切るかもしれません。自分で切ります。前髪を。大三时有一学期都在拍微电影，那堂课是微电影女主角。我就觉得，就是大学会有很多要拍微电影的时候，然后就会一直要去演人家的微电影。就是我大一的时候还不是现在我这间大学的学生，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拍个英文的微电影，然后就是我有个同学，他也是客串了三个班级的电影，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就是我们科系的男同学很少，然后他就是一直被找去拍，就是各个电影的男主角之类的，或是男配角。なるほど。要有一定颜值才能不能抢手，他听到的话应该会很开心哦。我通常都只会当那个就是想台词的人之类的。
好，英文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升格班草。可恶，我应该要选个什么电机系之类的读的。而且就是我高中班上很多女生，然后就有很多很漂亮的女生。可是我觉得就是班上都是女生，就是你会常常看到女生素颜，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就很好笑。就是高中的时候，第一学期蛮多人就是上课都会，就是虽然大家都高一，可大家都会化妆。我那时候不会化妆，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小普，就是一个小土妹。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就是有穿衣服出门就好，就是我没有想太多。然后反正我就是每天就是记得洗澡，然后记得穿衣服出门就好，然后就是去学校，我也不会想太多化妆。然后是后来有同学跟我说，啊你怎么都不化妆，然后他就带我去买化妆品，还叫我就说，哦，明天要用这个试试看，教你怎么用这样。然后就开始快高二的时候开始化妆上学，然后就开始爱上了化妆，从此踏上了化妆这条不归路。然后花了大把的新台币，就为了换取漂亮的妆容。然后我们班女生就是几十个在起跳，我觉得我们班的男女比应该跟汽机械科的男女比是相反过来的，就是男生很少，女生很多。可是我反而觉得是我们班的男生很可怜，就是他们是极少数，所以其实他们在班上存在感薄弱。三仙女。数学系只有三女，数学系的男女比那么惨呢、啊？我以为他们很平均哎、欸。反正就是高中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高中虽然没有那么多活动，就是我没有参加过那么多活动，甚至社团我也几乎很少参加。然后我在学校也没有什么做特别做什么事情，然后比赛我有去考，我有去比赛一次，就我参加过一次学校内比赛，然后去考过证照，就是学校希望我考，跟后来额外有一些可以考的时候，我有去考。其实我做的只有这些，可是就是觉得日子过得很平凡。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我反而是最享受校园时光的时候，就是觉得日子每天都很安稳，然后同学也都很好，大家每天都很开心，然后不断的打传说，然后就觉得我高中充满传说对决。我的高中的午餐时间跟下课时间真的都是在传说中度过。我可是开服玩家，然后玩到现在大学同学加我好友，发现我的场数多达2000场，说我是神经病。然后他说你法师打过几场？我法师大概打1000多场。他说你有病啊！我也太伤人了吧？对啊。就是幼教科之间那种，就是全班就是男女比就会很凄惨。但其实护理就是什么护校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五专之类的班级人数都很多，因为他们跟普高不一样，就是普高会再分班，高二会再编班制，然后不然就高二一次会一学年会很多班。可是专校也是，就是专校高二不会重新分班。关大师级，当然，而且我都不打排位，因为我排位升上去，我就怕我会输，我不想输。因为你排位升上去，你面对的敌人就会更强。我也不想，为了这个我都不打排位的。后来发现舞蹈老师的传说很厉害，然后我就不敢在就是 TP 里面乱讲自己是传说大师。可是我的场数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我真的很喜欢打传说，可恶！我最近也在玩。我最近就是疫情在家里，就是每天起来就是登录一下，要不然就是我动森已经快4-5天没开了吧。然后我最近都在干嘛？我最近就是沉迷上一个小破手游，然后它很有趣，它就是很像。你知道 Candy Crush 吗？它很像 Candy Crush， 可是它不是 Candy Crush， 然后它就是之前会一直出现在我的很多手游里面的广告，然后我就真的好奇给它下载起来，就我就一直上瘾，然后它就是在玩说，
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豪宅，然后你要布置它，就是因为它很破旧，你想要你爸妈想要把它卖掉，它有剧情哦、喔。然后你不希望那个豪宅被卖掉，因为你觉得是你爷爷留给你，然后很珍贵，然后你就要去维修这个整个，因为它的豪宅超级巨大，就是神巨大那种。然后就是你有很多房间要整理，你有自己的主卧房、客厅、厨房。二楼，你还有后院，你还有钓鱼的地方要整理，就是你整个整理起来，就是感觉会花上好多时间。然后它也不断更新中，然后你还有就是朋友的海滩要帮他整理，我想为什么要帮别人整理海滩？然后把你整理一个翻修一个家具，就要花一颗星星。然后你星星就是要通过小游，通过那个游戏才可以获得星星，就还有个很像 Candy Crush 游戏。然后你就是过那 Candy Crush 的游戏，你就可以一关，然后就一颗星星，就是这样子玩。然后还有体力，哦，真的很气。可是他有时候。你可能破了五关，他会送你30分钟的无限体力。我跟你讲，最崩溃就是你要睡前玩，然后这睡前真的不能玩，因为你睡前如果获得一个小时的体力，你就完蛋了。你睡得下去吗？我睡不下去，然后我就会继续玩，然后我继续玩，一个小时快到以后，他又说再送你30分钟，我说我不用睡了吧，然后我就继续玩。但是真的会上瘾，因为他好像还不用网络，然后就是整个很好玩。然后我后来又下载了跟他很像的另外一款游戏，就是玩的方法一样，可是他是美容的，就是他帮你翻新你的，他是就是假装是一个节目，然后就是你要去帮助那些不会打扮自己的人，然后翻修他的家跟打扮他。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哎、欸，那真的很好玩，我跟你讲，我真的狂玩，然后。我就疯狂两个游戏交换玩，体力没就玩另外一个，再交换玩。然后我的人生最近就是一直泡在那两个手游里面。对啊，因为就是不用网络很方便。哦，真的很好玩，好好笑。我一直，而且我就是手机已经没什么空间，因为我的相簿有20,000多张相片，快三，最近快30,000张。然后我里面还有三万个照片，里面就是包含了2000多部影片，然后我就快要没有空间了。然后我还一直下载。可是我一直就是很懒得把那个档案转到电脑上面，因为我无聊就想要翻相簿啊。我觉得我相簿里面的影片叠起来都可以变成一个超长的电影，而且都是废影片，其实我都会拍一些废影片，就可能会存一些我高中的废影片，然后不然就是存一些，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做过一个很白痴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玩那种整人玩具，然后那时候买了一个整人的洋芋片罐。然后我就是每一节课都去吓老师，然后就很好笑，就是可能我不会吓那种太凶的，我也不会吓教官，因为我真的是不想被骂死。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买，它就是一个很像洋芋片罐的罐子，然后它就是打开里面会有个蛇，就是跳出来，它就有里面有弹簧，就砰，然后就突然冲出来的。然后那时候就常拿那个罐子，然后就是给同学，不同同学，他们就可能坐第一排同学上课就说，就老师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是我姑姑从国外带回来的，因为那个包装就是台湾没有的洋芋片，他说你要不要吃吃看这个洋芋片，然后可以帮我开吗？打不开这样子，然后就老师还不会问你为什么上课要吃洋芋片，他们就是还真的会帮你开，有些老师真的会帮你开，他们就是这么好。然后他们开的那刹那，蛇就会冲出来，然后十之八九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就是男生，可是他很女性化，然后他就坐第一排，因为他就被抽到。然后那个就是他明明就已经看过那个罐子很多次了，然后每一次开他都可以被吓到，就是我每一支影片里面只要老师打开老师吓到，然后第一排会跟着吓到，我就觉得他到底有什么好吓到，他都吓到3-4次了，他真的很闹。然后对，今天是他生日，我有祝他生日快乐，就很好笑。然后他就是一直被吓到，我想他不是都知道那个蛇会跳出来，他自己还会吓到，超好笑。我跟那个同学到现在还会联络，因为我们家住很近。然后这种人很好笑，就是他打工的地方在我现在学校的隔壁而已，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放学都可以去找他。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做过这种事情，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很，而且我之前还买过一个喝汽水凉帽，然后那时候很沉迷于就是学校早餐店，学校隔壁早餐店的大冰奶。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会买2杯大冰奶，然后装在那个喝汽水凉帽上面，然后下课喝给大家看，那个才199块，我在商城上面买的。那个真的很好笑。
就是我就是一个鬼点子很多的人，老师们应该都很怕我。但我在大学已经不会这样子，大学还没有办法跟老师那么熟，就没有办法做这种事情。欸，我跟你讲，真的有喝汽水凉猫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用，因为饮料太重了，是你带酒头会不舒服，而且你又不能只喝一杯，你一定要两杯一起喝。它就是连着，然后它连着吸管，然后它这样就是放在这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喝。大学懂得收敛，对啊，我大学越来越社会化了。嗯，真的很好玩耶，就是穿制服的学生生活。而且穿制服很方便，就是你不用想今天要穿什么，所以我的穿搭一直到高三才开始起来。就是我同学，就是我今天发现，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衣服，然后我才开始买衣服。我现在也没有到很会穿搭，可是至少是我有衣服穿了。这什么？戳一下啥？我要特效。看这个，对啊，真的蛮好玩的。然后，嗯，我大学还不敢乱整的，因为我跟大家都还没有到很熟。我觉得大学应该是一个大人，就是大家准备成长的地方，我不能再做那种幼稚的事情。我也是成熟大人的。嗨，狸猫头安安，我今天声音真的很哑。谁没穿衣服教室？谁没穿衣服？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没穿衣服我就想到那果冻。你们知道果冻吗？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同神的哥哥嘛。然后反正就之前有个新闻，然后就很好笑，因为他去世新大学演讲，然后新闻的标题就给他下黑白照片，然后下面写说就是果冻去世，然后新大学演讲，那个真的超好笑，那个整个戳到好笑，那个超好笑的，就是他第一行打国栋去世，就是死掉，可是他没有死掉，是他去世新大学演讲，但是国栋去世新大学演讲，他为什么要把那个新放在第二排？就是整个误导我，然后那时候看到想哈这么突然，然后哦是去世新大学演讲，原来，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我要把那张图存起来。一定都是故意的，我就觉得很好笑。嗯，然后还有在留言说，就是去演讲为什么要穿衣服？然后后面才开始懂这个梗，就哦，原来国栋好像都不穿衣服是吗？我不知道，我不要乱讲话好了。反正就很好笑。真的很好笑。然后还是怎么？我国中很喜欢看那个实况组玩游戏，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动。然后到高二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很想要一台 PS4， 然后就一直烦我爸，说爸生日快到。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都不太会跟家人要生日礼物，然后我也不太会跟家人拿钱之类的，因为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国中、高中毕业前，我就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屁孩，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跟爸妈要物质上的东西。然后我说就是可能生日礼物领完，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有什么节日是我可以索取礼物的。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屁，然后就是通常每一年的生日都是我想换手机的时期，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生日礼物就是要一个大笔的。然后那时候就会在盼，就是盼望，就是我想说，我高中的时候还想过。儿童节我到底可不可以领礼物？就是好像我可以说儿童节我要什么礼物这样子嘛。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哦，儿童节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是，可是我爸通常都会就是生日的时候，他几乎一定会送我个什么，就是可能会送我个手机之类，可能还会就是送个，嗯，就是一定不会是小东西，就是可能会送不错的东西，然后。现在已经还好，就是现在我不太会让我爸送我太贵的东西。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跟他要了一个随便，好像没有要什么，就我没有跟他要礼物。然后他就
觉得说就是啊，真的不用吗？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完了完了，我就是我已经把我爸训练成这样，就是爸爸已经觉得没有买贵的东西给我会浑身不对劲了，然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个乖小孩，我也要回报他。对，以后换我每一年送爸爸一台手机，算我爸根本不想要那些东西。然后我爸就买一堆平板电脑，超疯，他一次买两台。我说他那么多台干嘛？他说他要学中文。谢谢建国枫叶。当时生日礼物都是小说居多哦。对啊，我之前有段时间很喜欢叫我爸爸帮我买书，我爸很喜欢帮我买书，他都不管内容是什么，只要是书他就买，我觉得超好笑。我爸被制约，对啊，我就觉得我爸对我太好了，就是到我现在害我，就是我现在长，就是我现在也不是说长大，就是我现在开始领悟到，我觉得有时候人要到一个阶段会开始领悟到很多事情，然后。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慢慢领悟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以前到底在想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有能力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所以我就会开始在想说，以前的我在想什么？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经济能力啊，所以可能就是会有那种物质，我很难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这都是我自己该检讨的。他就是要学那个，他有下载那个学中文的软体，然后就要用那个平板电脑玩。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干嘛要那么多东西，还有现在如果要加倍报恩的话，不就要更辛苦吗？要求啊，算了，没关系，我爸妈开心就好。然后反正就是，反正希望他们可以开开心心的，之后就是希望自己大一点以后可以就是给他们一个舒适的养老生活嘛之类。虽然我爸说他想要工作到死，可是我应该是不会让他这么做。我爸说。哼，养老生活多无聊啊！坐在椅子上不能坐，真太痛苦了，还不如跟死。他说还不如去死。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然后我爸说他是开玩笑的讲，他就是觉得说哦，他觉得就是很那种，就是在家里整天不知道做什么，这种生活很痛苦。他想要一直工作，就是他 每一天都要有事情做，他才觉得生活有意义。这、就是他的生活观念是这样想。我自己也会有点这样子想，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很想要体验看那种无所事事在家当米虫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才尝试一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嗯，伯爸闲不住，伯爸应该跟我蛮像这一点。伯爸超级工作狂，他好像都是在工作里面获得满足吧之类的。然后伯爸也很喜欢做家事，然后我真的就觉得我妈嫁对老公，因为我妈嫁了一个会修电脑、会修家电，然后会修任何东西，然后又疼小孩。然后又很喜欢做家事，又很喜欢工作的男人，然后这人是长得又蛮帅的，对啊，伯爸真的是条件好到一个爆了。当然我妈条件也很好，我妈很聪明，然后又就是做饭也很好吃，然后讲话又很好笑，我妈很活泼，我爸其实也很搞笑，可是我爸的搞笑通常都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之类，就是可能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他以前小时候真的很常整我，然后。就是之类，就是觉得他们两个，我妈很会选老公啊，而且我妈也，就是我爸来台湾的时候，我妈也帮了他很多，妈他们两个都很赞啊，对我来说。然后，伯爸把柏林都把伯爸脸遮住，当然，哦那个烧炭，对啊，那个不是在开玩笑啊，那个是真的是菜包用死。你们需要有萌新需要复习一下烧炭事件吗？就是，因为伯爸很爱烤肉，伯爸真的很喜欢烤肉，他喜欢跟大家家人一起在后院 BBQ 之类的。然后刚刚我们家有个后院，就是晾衣服的地方，然后空间蛮大，以前我们都会在那边玩滑溜滑梯，不然就是烤肉之类的。然后呢，伯爸有一年好像是去年前年的事情，然后就是要跟我们烤肉。然后通常烤肉就是他要先架炉子，然后还要弄炉火，就是把炭放进去，然后生火那些都是伯爸做。啊，我们的后院是一个开放空间，它是一个，它叫开放空间，就是它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墙壁的地方，它是一个完全透气的一个后院，它是一个就是你看得到天空的地方。然后所以它就是那边是可以烤肉的，然后就只要衣服收起来就好。然后呢，就是伯爸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他那天不知道是怎样，他就是想要逞一时之快，你知道他怎么做吗？我那时候躺在沙发上面，怎么觉得就是一直有个味道，一直有个很怪的味道，
然后我就躺在沙发上面，因为我在客厅，然后那个我们厨房到客厅是没有那个，那时候天气很热，我就开冷气，所以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是关起来，可是厨房到客厅的那个门是永远都不会关的，因为那个门坏了，然后我们都不会关起来，所以我在客厅闻那个怪味，然后我想到厨房怎么了，然后我进厨房看我爸在干嘛，你知道吗？我爸把那个网子架在瓦斯炉上面，就是他有个那种网铁网架在瓦斯炉上面，然后他把炭丢在上面烧。我想说你在干嘛？然后我就直接我说你在想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瓦斯炉关起来。我说你疯了！我说你在家里这样烧的，把全家人害死。然后他就说哦，不能这样子哦。我想说这样比较快啊，不会怎样吧？然后我就想说差点就出事了，我跟你讲出事啊呗。然后我跟我妈讲的时候，我妈真的也超生气，我妈疯了、哦，然后真的是超疯狂。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危险，不是没有开窗啊，真的是没有开窗，我们没有开窗。那个时候因为开冷气，所以所有东西都关起来了。然后我爸就觉得说这样比那在外面那边慢慢扇风还要快很多，他就直接用瓦斯炉火大火烧那个炭，然后就很像那种烧炭场景，就是你这样一叠一叠炭，两叠炭这样烧，然后我想到底在干嘛。真的很疯狂，因为那时候只有我跟我爸楼下，而且我差点被他害死。而且我那个脑袋也就是一直，我脑袋也就是一直有那个新闻画面，然后就是博姓女子、博姓男子意外烧炭身亡这样，然后就可能到全世界都知道是谁，因为姓博的人就只有我们几个。对啊，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上新闻的话很吃亏，虽然我不会做坏事上新闻，可是就是万一未来以后我上新闻了，然后要打码。就是博姓女子啊，你们就知道是我啊，完全没有保护到我，好好笑。真的很疯狂，但是这件事后来博爸有道歉，就是某一天吃饭之后又提到，然后博爸就道歉，他就觉得他这样子很危险，然后我说你现在也知道。但就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没事所以有趣。哎，你没有遇过什么那种生死交锋的时候吗？我那天应该是我的人生的差点出事的一个日子，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他说他人生有昏倒过两次。他说他小时候五岁的时候，他骑车从一个大斜坡溜下去，是他是一个社区的大斜坡，然后他在人行道骑，然后他刹不住，然后我就想到说，哦，荷兰很多脚踏车没有刹方向可以刹车，然后就是我爸小时候就是在踩刹车，没有刹好，然后头去撞到树，然后他就昏倒了，然后他被住附近的住户捡回家照顾，然后。照顾好后打电话，就等他醒来以后打电话给他妈妈接回去。然后第二次，伯爸说是他八岁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小时候就是站在餐桌上面，他以为他自己披上披风就可以飞，然后他就跳下来，结果他就撞到头就昏倒了。然后还有他妈就在旁边，反正我就觉得说，怎么那么人可以那么容易昏倒？他人生还没有来到两位数前就已经先昏倒了两次。真的很疯狂，哪有我们那个哪有有趣？这是因为是伯爸做的才有趣。等下我要拿抽烟机。我要没电，我以为可以撑下去。跪一下。我把我的抱枕丢在那边了，等我一下。
发生在路上，交通事故嘛，啊，那好可怕。我以前也有目睹过交通事故，然后真是吓死。我在有目睹过这个流浪汉打清洁队员，然后是在我们学校门口，然后那时候就是放学，那时候好像是暑假寒假，然后好像也是去消劳服食宿之类的，然后就高中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然后就跟我的同学好朋友一起去消劳服食宿，因为就是寒假可以跟学校约时间去做那种劳动，去累积那种劳服食宿之类的，然后就在学校打杂完以后要放学，然后就在等红绿灯，然后红绿灯对面刚好就有那个垃圾车要来收垃圾，然后好像就是在赶那个流浪汉，然后流浪汉就扁他，然后他就跟着清洁队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然后我们就站在对面这样全程目睹。可我小时候也被伯爸救过，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港口的地方附近骑脚踏车，然后那时候下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借来的脚踏车刹车坏掉，然后就眼看我要掉到港口里面，然后我妈就尖叫，然后我爸就用一个很快的速度从后面追上了我的脚踏车，然后抓住我的后座，然后我在快掉到港口前的2公尺左右停下来，我那时候真的快吓死，而且那时候年纪很小，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失控不然冲下去，我自己也快吓死，那时候我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是好像才刚上还没有上小学的事情，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爸很帅。骑太快刹住我人刚好在护栏前，天哪，不然就要飞出去了。而且我国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骑脚踏车，然后在路上其实都没有遇过什么特大危险，就是我妈妈在我考驾照前一直很反对我骑脚踏车代替机车，然后在马路上面骑，因为她就是觉得很危险，可我就觉得说可以省车钱，然后我又觉得可以运动，然后我又不喜欢大众运输工具之，就是我不喜欢公车捷运那些，然后所以我都骑脚踏车，可是我其实骑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幸运吧，跟我有遵守交通规则。对啊，脚踏车真的是蛮危险的东西。现在脚踏车比较盛行吧，因为我国中那时候才刚有 U-Bike 这个东西吧，然后那时候我都骑 U-Bike， 然后后来有自己的脚踏车。其实我很怀念，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破车，然后大家都会自己改东西，自己装东西上去，然后把脚踏车弄得就是很像自己的这样。因为现在我现在很多就是国中跟我一起骑脚踏车的同学，现在真的都在脚踏车店打工，不然就是真的在学习脚踏车的自行车的那种公路车啊，还是什么自行车那种相关的知识，然后就是在做这种工作，然后不然就准备要做这种工作，然后还有人就是真的有在买那种公路车，然后每天都会去骑车，然后之前我还有个朋友就是他会去环岛，就是我们国中都一起骑脚踏车，然后他们都带我骑脚踏车去很多地方玩，然后他们现在真的都有在做这些工作，我觉得很神奇，然后就是他们虽然现在骑的都是那种好几十万的车，可是我们就是还会很怀念以前大家一起买那种小破车，然后就是跟着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的小破车。对啊，就是很怀念那段时光，那时候真的就是每天他妈来找我玩，就是停在我家门口，然后叫我按门铃叫我出来，然后我就牵我车出来，看到他们两三台车停在巷口等我，然后我们就一起骑去玩。那时候刚18考驾照的时候，就有其中跟你讲说，哼，他那时候还没有18，然后他那时候说，哼，你们这些人考驾照忘记脚踏车，一直在骑机车忘了脚踏车，而且他其实是骑最凶的那个，他后来买了摩托车，骑的比脚踏车还凶。哼，对啊，挡泥板翘高，各位，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现在长大有时候就很怀念以前，可是就是也会谢谢那时候小时候身边的人，就是让自己有一段这样的回忆，就算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个素食店，就是我现在还是会常去那些素食店，可是就是曾经会在那边的同学现在已经不会在了，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因为
我之后可能也会跟新的朋友去那间素食店，这是什么渣男发言？没有，就是我之后也会在各种地方创下我自己那个时光的美好回忆，然后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会再回去怀念这段美好时光，就跟我现在在听 TP， 然后现在过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每天跟大家这样这么开心，然后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等我以后长大了，回首这段时光，应该对我的人生里面又是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时间。救了不去心的白，可是现在这可能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保有在一个关系里面，或是你永远都一直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这么快乐，不可能，感情一定都会淡。我觉得当你们的方向有所不一样，那你们朋友就会就是一段友情，就是一段感情友情，不管是怎样，就是你们只要人生方向不太一样了，就很难走太久。就是像你们国中可能是很好的朋友，可能你们高中的志愿不同，去了不同的学校，你在新的学校有新的朋友，你还可以在各个地方找到更多朋友，然后就是可能你现阶段最好的朋友就会换人的，可是你以前那段时光陪着你的那个人，你永远都不会忘记。我觉得你获得新的回忆跟新的朋友，那些不代表你会把以前的朋友忘记。就像是我现在在大学有自己的朋友，然后我在高中的朋友现在偶尔都会联络，可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国中跟我很好的朋友，或者是高中那些很好的朋友，我都不会忘记他们。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之后陪我最久会是我高中朋友了。我高中有段时间很想回到国中，那个时候我在高中，那时候高一的时候，然后我在高中刚入学还没有交到很多朋友，那时候一直很想要回到国中的时候，然后在我高中后来交到朋友后，就是白沙湾事件后，我就比较不会那么怀念国中的事情，就是还是会怀念，可是不会想到一直想回去那样，因为不可能回去啊，你回去了也不会有那些同学在，他们都已经在各自往自己的目标前进，你还活在过去的回忆里面。不要找推销保险就不错，真的，那故事真的太惨了。我对新阶段都很不安吧。嗯，对，然后开始回忆过去。对啊，我觉得过去有很多不好的回忆，然后不好的回忆可以让你就是成长，好的回忆也可以让你成长。对我来说，就是时间不会停下来，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喜欢的事情，然后让时间变得有意义。以前国中会觉得毕业典礼这种东西很无聊，然后到了高中会觉得毕业典礼这种东西很有意义，上了大学也会觉得就是毕业典礼真的是开始懂它的意义在哪里啊，这就是人生。如果你找我自推销保险的话，他有想到前面一个故事，就是我朋友的群组，然后我朋友就是我们班，我们不是我们班，就是我高中的有三个女生跟我很好，那我们四个人的群组，然后就有个女生在里面发了就是人气 cheese 蛋糕店，然后就是提供宅配，然后她就发在群组里面说，就是哎，这间很多人买，好好吃的样子哦，如果有人订给我吃，我就嫁给他，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新闻，我就发说人气蛋糕店从此滞销，幸好想尝试新事物的心态还是保留着。对啊，我也喜欢现在自己，但我今年没有毕业典礼。Hello， 你是国三吗？还是高三？还是大四的学生吗？虽然就是今年没有毕业典礼很可惜，可是我也想祝你毕业快乐。
诈尸 QQ， 天哪！祝你毕业快乐。我也觉得就是很可惜，就是我自己，我们学校就是大四的学生，今年他们很多毕业展览，直接就是全部都取消，不然就改成线上。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有认识一些我们学校大四的学长姐，然后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很可惜吧，因为就是四年的回忆，然后可能没有办法有实体的毕业典礼。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就是跟谁一起吧，就是。虽然没有实体的，可是我自己是这样想，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讲什么也都没有办法，就是挽回大家的遗憾嘛。可是就是像我在家里上线上课程，如果说也会很想我的同学们，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可是这个时间也是蛮特别，就是我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对啊，安全重要。就是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牺牲了你们的毕业典礼来换取大家的安全，祝你们毕业快乐。我恐惧美啊，可是粉粉好像也可以啊，反正时间差不多了，讲一讲时间又过了，很快，好笑。明天礼拜三晚上9点也有直播，明天礼拜三晚上9点也有直播，所以明天也是在浪 Live 见面。对啊，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就是必须牺牲。虽然我觉得毕业生牺牲很大，反正就是今天就是祝全体的国三生跟高三生还有大四生们毕业快乐，然后希望你们到下一个新的环境都可以一切顺利。然后虽然没有了毕业典礼，可是我相信你跟同学之间的情谊，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东西。这四年的回忆、三年的回忆也都很重要，也都会好好的烙印在你的生命里面。哦，玻璃好会讲话，没有乱讲，就是对啊。然后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然后大家之后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快快乐乐的生活。那我现在念今天的排行，照惯例的念一波。第10名谢谢刘建谷，谢谢建谷。第9名谢谢小黑黑，谢谢小黑黑，谢谢小黑黑。第8名谢谢暗红，谢谢暗红。第7名谢谢朱里恩，谢谢朱里恩，谢谢。第6名谢谢钟莹，谢谢钟莹，谢谢你。第5名谢谢 Hanna， 谢谢 Hanna， 谢谢 Hanna， 谢谢。再谢第4名谢谢 CJ， 谢谢 CJ， 谢谢。再前3名，第3名谢谢 Hoing， 谢谢 Hoing， 谢谢，耶。第2名谢谢摇摇冰可乐，谢谢摇摇冰可乐，谢谢。再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正，耶！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我去吃寿司那一套的系列的照片，因为都是我刚剪完头发拍的。好，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大家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早上要上课上班的人加油。我明天要上课吗？我说明天早上要上课吗？在思考。我忘记了，我明天好像没有早班。好，不知道，大家再思考。明天见，拜拜，大家晚安，谢谢大家进来看直播，明天见，祝大家健健康康。你自己可以忘记，因为有些课是双周，有些课是三周，我自己有点忘记，完蛋，都快这学期都要过完，我还不记得我的课表。晚安。然后点不到。